时间脉动，澳洲视角，欢迎收看 MEC 澳洲留学网电台，您的第一手 Visa 新闻平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arl。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叫我们有新的 video、新的消息，您都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报。好，我们今天的影片，来聊一下，昨天哈，我昨天已经蛮晚了，突然间这个新州啊 ，New South Wales 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啊，他选择在澳洲的国庆日之假期之前啊放这个新闻啊，他要嘛早点放嘛，那一月初啊，好一月中啊，那一月底，然后就在国庆之前放啊，一放完马上要放假，搞什么？那要不就是下礼拜一再来放这个新闻吧。But anyway 啊，他们选择这么干，那我们就来报道一下吧。好，那昨天是什么新闻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email 哈，这个是 nomination now open for New South Wales 的 Skill Work Regional 的491，然后只有 Pathway 1，我们等一下会来重复一下New South Wales 的这个州担保的491 Pathway 1的 criteria 是哪些东西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是昨天的1月25号。好，这边大家基本上他告诉大家说我们先 open 了。OK， 终于啊，应该是终于 open 了哈啊，这个澳洲的这个财年也剩没有就不到半年的时间了啊。你现在 open 那，而且他的我看了他 criteria， 我觉得他能够邀请到那么多人吗？我也是持怀疑的态度。OK， 所以他基本上告诉大家491 open 啦，然后他的整个 process 呢，他说建议大家查一下哈，我们只有 pathway one 哦，然后呢，你一定要先达到移民局的标准，移民局标准就基本上你最低分要多少？65分啊，雅思要46，然后要过职业鉴定嘛，好 ，OK， 这是最基本的哈。然后你要把你的 skill select 再放一个 EOI， 这 EOI 只能选择491 only 哦，然后只能选 New South Wales only 哦。当然啦，我发现基本上没有一个州政府喜欢人家把一个 EOI 上面全部的州都 tick 啦，所以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我们的客户我们自己服务的话，也是把不同的人申请不同的签证和不同的州都分别出来不同的 EOI 哈，好 OK， 这样子他们才开心 OK。 好，然后这边很特别，他说你要把所有档案全部压缩成 zip 档，然后把它一起发过去，这个还蛮妙的哈，从来没听过，这个有我也搞不清楚哎，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可能对他们来管理会比较好吗？我也不晓得哦，是不是每一个州就要搞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花样呢？哦，那你不是每个档案分开来发给他，而是全部压缩啊。OK， anyhow， 如果他们喜欢这样，记得压缩好，全部丢给他。OK， assessment application 大概要花六周的时间，真的有慢哦。那其实对我来说啦，哈，我的客户资料来的时候，我需要花六个礼拜的时间去 assess 他的，你有什么？第一有什么好 assess？ 我想一下啊，雅思这个能造假吗？也很难啦哈。然后还有什么护照？你不用，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年龄啊，那你也不能，这个有什么好 assess 也不行嘛。还有什么？还有职业鉴定批了就批啦，你最多打个电话问一下，没事啦，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工作证明吗？工作证明。打个电话需要花六个礼拜去确认吗？这个应该没那么难吧？要花六周啊！啊 ，anyway， 这是澳洲的速度哈。OK，outcome， 当然 outcome 过了就是邀请你了哈。OK， 这边有讲到，如果你之前已经有放过 New South Wales nomination， 已经被邀请过的人就不能再申请了哈。啊，我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放这个，我在录这个影片，我在评论东西，这政府有时候写东西，我们在弄脑子。他已经被邀请过了，那如果他不申请，表示他觉得他不想来了。OK， 所以那他如果又想来再放，那你就不能。好，那如果真的被邀请已经申请的人，也不会再放一次啊。啊，他写这个东西什么意思？难道那么多人放了，已经被邀请，然后不想要了吗？不想要了，那。
你也不用写啊，你就不用邀请他就好了。你写这干什么呢？哦，这有时候我也不晓得，这就好像怎么说，好像你不想要邀请某个人来你家吃饭，你要办一个饭局，你要请人家来吃饭，你不想要邀请这个某某某，好，然后你还要写出来说，哎，大家都来哦，记得我没有邀请他哦，他我不想邀请他，这脑子在想什么？你不想邀人就不用写嘛，啊，对不对？那你他如果是重复来申请 nomination 的话，那你就不要邀他就好啦，你还要写出来干什么？我也不晓得政府里面的人这些官员呢、啊、脑子在想什么、啊？这写这东西 doesn't make any sense。然后第二个 ，single active application rule， you may only have one active new South Wales nomination at any time。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放 EOI 的话，你要么就是190，要么就是490，你不要给我放一个190，又放一个491哈。Anyway，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子、啊。那其实也不会影响到什么东西啊，因为你。190相对于分数是比较高嘛，好，那你如果不要，那你就把它 delete 掉、哦、然后再放一个491的，就是分数比较低的啦，好，那你就要看嘛，这跟一般来说，我觉得几率不太高。OK，Anyway，第三 ，validity support evidence， 这个就很奇怪，我们来看一下写什么东西哈。Ensure that all supporting evidence is valid for at least 5 business days from the day you apply New South Wales nomination. OK。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他的意思是说，你在申请这个新州的州提名的时候，你所有的文件一定要是他的 validity， 他至少是五天内啊，好 ，valid for at least five business days， 就五天。那我觉得这个很奇怪。OK， 我问你哦，你有可能雅思一考完五天内就放新州的提名吗？应该不可能吧。雅思再怎么样是两三年的 validity 嘛。那他这边说 validity 只有 five business day， 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是你要申请之前五天内？第一，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被邀请哦。OK， 五天内耶，也就是说他应该的意思是说。你这丢进来我们基本上会邀请，但是你至少东西都是要至少是五天内拿到手的，然后五天内都还是 valid 的啦，应该是这么讲吧。 OK， 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比如说他要看你的，应该是在讲工作的啦，那你护照怎么办？护照一定是超过五天的，好几年的 validity， 对不对？好，那应该是工作，比如说你要拿五天内的 payslip 啦，报税记录啦，还有那个 work reference 吧，我觉得他应该讲的是这个东西啦。 OK， 然后最后这个 accuracy， 这就是说你不要给假材料假的资料，那这个当然是这是一定啦。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州的这个移民局官网的491哈，那我们看他的 criteria。 OK，好，首先呢，这个 Pathway 1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你要在已经在新州的偏远地区，而且已经在那边至少这个12个月、哦、已经在那边住12个月，在那边工作12个月的时候，这边有讲说In designated regional area of New South Wales have continuously done so for the past 12 months. Your qualifying skill employment in 12 months immediately before must be single relay. 所以你要在那边住12个月了，然后你的雇主你的工作只能有一个。OK， 如果你能力太强，做两三个工作可不可以？不行哈，只能有一个。OK， 那当然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就反正就放一个就好了啦，你就不要放其他两个或三个，第二、第三个。同时呢，那当然这边会有人问说，如果我在新州偏远地区工作，但是我老板的公司在墨尔本，然后我是在家工作，可不可以？不行啊，他一定要 New South Wales base 哦。那好，那如果你住在新州的偏远地区，然后你的老板是在雪梨，可不可以？哎，好像可以哦。但是 anyway 啦，这是好像在 trick 他们的这个政府，我觉得也不太好。反正在哪个地方就在哪里工作啊。好 ，OK， 好，你的 nominated closing occupation，OK，、okay, 然后这 occupation 可以是中长期和短期清单的职业都可以啊。然后你要 deem skill， 这边也很无聊，你前面都要职业鉴定了，你还要什么 deem skill 啊 ？deem skill 的意思基本上它的。法定的概念其实 anyway 你也不用去记啦，反正你直接经历过就是 deem skill， 所以这一句话其实是 redundant
啊，就是 redundant 意思就是已经重复了，没有意义了。OK， 然后你的薪资最少要年薪7万块钱。OK， 我觉得这个部分相对是有点难的啦，在偏远地区拿到7万块，除非是非常特殊的工业产业，还有雇主一定要够大啦，哦，啊，那偏远地区一般来说应该要给点 concession 吧。好，那你如果很偏，然后还有7万，哇，我不晓得这个有谁能达到这个标准了，好吧。Anyway， 这是我们澳洲国庆日之前来的新的消息，所以如果您人是在 New South Wales 的偏远地区有工作，然后住在那边12个月以上，然后你的薪资有7万块，赶紧递交你的签证进去啊，那 New South Wales 马上邀请你。Anyway，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再留言给我，我们下期见，拜拜。